相对来讲，要去带一个已经离开教会又要想把他带回来的来讲，真的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教会受伤不好，然后呢，他离开之后你要再把他带回来，真的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教会已经很熟悉了、啊，圣经的教导他也都懂了、啊，但是呢，他就偏偏在这里受伤。所以很多时候当一个人离开教会要再把他带回来，真的不容易，因为他看见在教会里面没有爱，没有爱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爱，所有的宗教都讲爱，所有的宗教都讲出来做善事，但是今天我们基督教有没有做得比人家更彻底？今天我们讲的那个爱不是只有爱在嘴巴上面，我们所讲的是爱，是真的要付出代价，那才叫真理。谢谢你，你是神，是的，你是神。愿我们时刻都记住，洪水翻的时候，你仍然坐着为王。昨日、今日到永远，你是我们的神。感谢赞美你，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愿你继续向我们说话，借着任何的经文，借着牧师传讲的，继续对我们说话。